哇，我们进到那个 lodge 里面了，这是 National Park 里面的 lodge， 所以我们里面真的还蛮特别，而且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订到的。对，那我们真的是几乎是整天就一直在那个刷那个网页，然后后来才订到饭店的。有衣架，但是没有衣柜，就只有衣架而已。然后小小的厕所，但是那个地板的瓷砖很可爱。哇，你要多一个。房间的地方在这里，对，里面也没有洗手台，洗手台在外面，但那个淡蓝色超可爱的，是跟我的行李箱有点配。你也不用太做太多事情，只要转个弯就看到了。然后最夸张的是那个，现在是逃难吗？要去看日出。我觉得湖是圆形的，然后哪边看湖都长得一样。太太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另外一个昨天去的 lookout， 看一下早上能看到什么。大家在等日出。日出已经没了。那大家在等什么？大家在等有奇迹出现。在那边太阳出来了，
达说剩 33% 的电。真的太早起了，所以我们买了咖啡之后，让太太继续在车上睡觉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会打一个爱心在她的身体跟脸上。Oregon 继续出发，我们往有郡出发。所以如果你在免税州没有住址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从 Amazon 选择一个 locker， 然后一样可以来 pick up， 只要那个 locker 装得下你要买的东西。这个 locker 的名叫做 Talking， OK， Enter code， 打开了，打开了， OK， 哒哒哒哒，好酷哦。天空是没有加滤镜的，就是在火烧山很严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你看我们早上连那个车子上都布满了灰尘，然后太太一坐进来就开始打喷嚏，眼睛肿起来，一讲大家都会注意你的眼睛。所以今天这个 road trip 来到了最后一天，这次走了1200英里，有一点夸张，分5天4夜走，我觉得还好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哪里？下礼拜要去 Lake Tahoe。下下礼拜要去 LA。下下下礼拜要去沙漠。森林。哦，是吗？有森林线吗？然后再来才是 Vegas， 应该还不至于开到东岸去的。我一直想说服太太开去 Toronto。太太想看极光啦，然后她发现能够看极光的最简单的地方是到 Oregon， 然后 Oregon 就可以买大电视。其实 Amazon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买，只要你 plan ahead 的话，你搞不好就可以在 Amazon 的 locker 里面 pick up， 所以也蛮方便的。只要 locker 装得下。对。还要跟我说你要买床垫？当然不行。好，就这样。Happy charging， 然后 drive safe。对。Bye bye。Bye bye。太太真好 Q， 这样就直接开始讲结论。他也不知道我们要讲结论。相机拿起就讲。太太好天然哦。天然独。天然呆。天然呆动。